做一个开箱，小小的开箱。我在这里买的东西呢，都是新加坡的一个 Insta Shop， 叫 The Shop Queenie。然后我大概呢，几乎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因为现在外面在下雨，然后在装修。新加坡呢，365天呢都在装修，不管是什么坐路啊、坐厕所啊、坐电梯啊，就各种坐 ，OK。所以呢，你可能在国外5年之后回来就真的不一样了，除了你家啦。现在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啦。我拿到什么讲什么啊、所以第一个是这个 Images Burst Milk Cream， 它是长这样子的，打开来呢，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。然后呢，它据说有爆水的能力，所以我下一次再拍它是不是真的？它叫爆奶霜，真的牛奶补水滋润爆奶霜。那我下一次来拍一个它单独的影片，看它是不是真的会爆奶。Okay. 下一样呢是，就是我把这个盖起来，是我名字，还有多少钱？哦，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机。这个是面膜，它是冰镇米肌透润面膜，它是机灵莎的。其实呢，跟多少给你买的东西呢，它都是同那种大牌厂商的制造商，可是呢，就是那个品牌名字不一样，可是它的东西呢，跟大牌的都是大同小异。然后这个莎曼丽的彩虹面膜，它有里面呢，它有5个颜色吧，好像对，5个颜色。然后呢，每一个颜色都代表这不一样的功效，所以它是这样子的。我刚染了头发，所以它有点绿啊，然后有点棕，因为是我自己染的。如果下一次想看我怎么样自己染头发染的这么显色的话呢，我也可以做一个视频，其实蛮容易的，就是要有点时间跟一点耐性。哎，然后呢，这我买了2盒。然后还有这一堆都是没有用过的，我就会慢慢的拍视频介绍。好难开啊！这个呢，它已经没有卖了，所以你可以到其他网站买。可是不知道是不是也一样这么的便宜，而且做小便宜的东西都是正牌的，就是 authentic。它已经做这行做了10年，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应该早就消失了，所以。是蛮有信用的一个卖家 ，OK， 所以这个是这真的超好用。这是发膜，如果你一涂上去，它是 piercing， 我不懂它还会不会带进来，可是他说是不会的。涂在你的头发呢，过一下子就会很顺很滑了。所以呢，囤了2个，这我真的认真推荐，很喜欢的一个产品。Pure C， 然后我也买了这个红豆面膜跟豆腐面膜。他把东西贴的无敌的紧，所以一定要用剪刀，没有剪刀真的不行。所以这个是红豆的，还有这个是豆腐的。我也会慢慢的做视频啦，这两个应该会一起做，就是 我自己不同天做吧哈，可是把它剪在同一个片里面。这是现在在抖音很红的三谷氨基酸奶泡沐石沐浴乳，我买了它全部的味道，就是这个是对罐，然后买了这个是樱花的樱花和果子，现在在用的，而且我直接蛮喜欢的，下一次我会做一个视频。然后这个是莫吉托的 Mojito， 然后还有这个。最主打的就是蜂蜜牛奶，这真的很香，我有试过。然后还有这个是 Ocean Breeze 紫海熏风，还有这个就是橙花 Neroli。然后呢，这个很特别哦，这是 Samani 的，然后这是 Sakura Flower Extract Niacinamide。现在 Niacinamide 是氨基酸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英西安吧，我不懂，它就是樱花的。然后它很特别，它吸引我的地方是我已经有很多洗脸的面霜啊什么等等的都有，可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呢，它按出来呢是像樱花的那个形状，我不懂，我们来试一下吧，就按，真的是，
好吃吃。樱花的，而且它蛮香的，来试试看。哇，我这里有一盆水，因为我待会儿要拍这个山谷的评论，所以刚刚好。美乳贴来贴胸部的，我不知道贴了会怎样，但就好奇吧，我好奇就买来试一试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个就是在，因为我现在是跟我姐姐睡，所以我要等她不在的时候才可以试用这个。知道吗？这个也很难拍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保湿的效果吧，像普通面膜一样的保湿。然后这个就是一样的发膜，我也很喜欢这个，因为这个就是现在还有买，过一下子就没有了，所以要买要快。OK， 我的 unboxing 完了。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